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小弟欢迎各位来到小弟棚道街。今日是正月十五，是元宵诞。我小弟又在第五郡这个地方帮各位大家分享一下视频。今日是元宵诞，在胡志明市有组织游行。家人的钟数是四点几啦，所以睇翻系四点二十二分啦。咁啊，准备人家集中喺度开始游行啊，喺第五郡啲街。咁啊，小弟企紧呢条街系叫做海上冷翁街。讲到海上冷翁街系街系卖好多啲中药噶吓。对面喺度人家有扮财神啦，有扮兵神我后边添啊，一队咧系有好多舞狮团喺度准备游行舞狮。咁啱啊，今日呢个时间咧系四点几啊，系好多车噶吓。有時遊行啲鐘數又好易影響喺度俾塞車喺街嘅嚇。咁啊，今日小弟又行一圈嚇，喺度幫各位分享視頻，人家準備點樣啦？咁陣間小弟又再幫各位大家分享，又人家每個團咁行街遊行。好多各位扮孙女扮兵平单又有行。两边街个个都坐喺街边等紧。准备啦，真四点半啦吓，准备啦。喺度人家化妝，一大群咧係華人啊，因為喺第五郡呢個地方好多華人團見劇同埋舞獅團佢哋又化妝扮神扮嘢，咁去遊街幫大家影相。係每年都係有嘅嚇，每年正月十五有遊行喺街上咁樣嘅，好似各位大家想睇各位大家記得係正月十五，每年咧係元宵誕係有組織遊行。跟我小弟又經過馬路嚇，經馬路都要小心啊，因為喺度個個都望喺入邊人家。扮裝咁嘢嘅，呢幾日咧真係好曬嚇，又曬又靜嘅。咁啲鐘數四點幾啦，仲咁曬添啊！
喺度人家扮庄严哈，咁啊有啊大车，咁啊再啊啊靓女靓仔啊嚟到准备游行。各位姨，我哋啊保线啊，各位阿姨，系咪啊？啊，一位啊，阿姨喺度练啊太极噶，我买太极先啊，阿姨。啊，喺度有姨有啊，有啲各位阿姨系啊越南人，有啲各位阿姨系啊华人。系咪阿姨系华人系咪阿姨？啊系啦，仲有啲几位阿姨系越南人啊？都有啲系华人嘅。冇似冇似华人一样噶。系啊，华人嚟噶，华人嚟噶，都系。好开心姨吓。系啊。元宵节快乐噶。系啊，多谢。多谢大家快乐。喺度啊！我小弟帮大家各位系啊分享人家准备啊游行哈，因为准备啊游行咧系有少少啊乱啲，咁啊几时啊时间到游行啊，咁啊佢哋又排，咁啊又慢慢行啦。跟我小弟企緊喺度啊，係啊，陳田街啊，喺度有好多啊各位，哇，望幾靚女啊，望好似仙女一樣嘅啊，咁啊，企喺度準備啊遊行嚇。家人啊，時間係4:00，但係仲好曬，大家各位，咁啊，而家要企喺度避曬。我小弟啊，暂时喺度停哈，唔间啊，人家游行又再帮各位大家分享视频。家阵啦，又啊准备出游啦哈。啊，舞狮团啊，同埋啊各位八仙啊，啊仙女丹花啊，啊又啊家阵游行啦。
Thank you.
啦，系好有个气氛个过年啊，大家各位。啊，喺度啊好多啊舞狮团啊，同埋家啊化妆啊，好多样嘢睇嘅吓，真系好有过年个气氛。我過唔到啦，佢哋要拆旗出嚟啊，因為嗰度有個牌啊，高啊旗啊，咁啊到嗰度個圓圈咧，係啊董督邦啊，同埋啊海上冷翁啊，喺嗰度又啊塞車好犀利嚇，大家各位啊咁啱，家人咧鐘數係五點啊，好多人都係今日禮拜六啊放工。嗰陣我又行到嗰度啊，我帶咁棍啊破表。
大家各位啊，今日啊真系好开心啊，真系有个气氛去过年啊！啊，人山人海啊，大家各位啊，个个都揸个手提电话啊，影相啊，有啲啊拍影啊。咁啊，家阵我就嚟行到喺度啊，就嚟到啊怡安会馆啊金庙啊。
家陣咧，我小弟又啊從喺啊長興道嚇，咁啊穿通啊走過啊行嚟喺度係啊大世界。我家陣我企喺度，我條街叫做陳春和街同埋陳興道街係一個位，因為遠就街啊，先嗰邊咧太啊多人啊，又塞車啊，人又多啊，行唔到啊，咁啊家陣小弟又啊要行翻出陳興道，咁啊嚟到度幫大家各位分享。龙啊，好似系琴晚啊喺在第十一群咧，好似系只系记得系有啲啊条龙啊。啊，小弟啊拍视频有长啦吓，因为个景点咧都系差唔多啊，咁啊今日咧系元宵节啊嘛，咁样喺度有红家。有遊行喺在第五群啊，喺中心文化啊，仲喺海上樓公街咁啊，喺度有舞書啊，同埋仙女丹花啊，咁啊又嚟到喺度係大世界嘅地方係陳興道啊，一陣係叫做文化中心第五群。咁啊，家人我小弟暫時拍視頻到停啦，因為家人啲團喺度啊，嚟到嗰啲地方又停曬啦嚇。咁家人我小弟又暫時喺度停，小弟祝各位元宵節大家快樂嚇。咁啊，小弟有講唐話粵語唔係幾好，咁啊大家各位多多包涵啊。咁啊，小弟再見翻各位大家新個拍視頻。